先捡六块的，咿呀咿呀哟，再来先捡六块的，咿呀咿呀哟。你好，玛丽。你好。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六岁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。妈妈是哪国人？妈妈是墨西哥人。爸爸是哪国人？爸爸是墨西哥人。哥哥是哪国人？哥哥是姐姐是哪国人？姐姐是墨西哥人。我知道玛丽唱歌唱得很棒，那我们今天唱第一首歌，唱新年好怎么样？非常好，玛丽啊，那我还想听你唱国家歌。非常棒，玛丽啊！然后第三首歌，我还想听你唱《王老先生有块地》。王老先生有块地，咿呀咿呀哟；咱俩先生有块地，咿呀咿呀哟；咱俩滴滴滴，咱俩滴滴滴，哼滴哼滴，王老先生有块地。非常棒啊，玛丽，然后我们再唱下一首，想听你唱星期歌。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三，哇哈哈。我知道你学了很多很多的小动物，我们要去看看你的动物好不好？狗，兔子，猴子，鸡，青蛙，鱼，长颈鹿，狗，猴子，狗，这是什么？爸妈。很好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蝴蝶。好的啊。玛丽，这是什么？长颈鹿。长颈鹿住在哪儿？长颈鹿住在动物园。那这是什么？老虎。老虎住在哪儿？老虎住在动物园。哦，老虎也住在动物园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猪啊哈，猪住在哪儿？猪住在农场。对，猪住在农场，非常好啊。好，玛丽，那跟我们说再见吧。再见。在做什么？爱爱爱，我在学唱歌。